也没人关注，也没什么的，还是坚持每天唱。昨天就遇着他了，这是个什么车呀？哦，这是个小李，是李吧？这是蓝莓爱，是李吧？Link， 这是 Link， 啊，这是 Link， 啊，真的，这是领克。我曾经关注过这个车，那会儿那个车还没有造出来，就只有，就我意思说还没有量产啊，就是光是车展上有的。我当时看那车觉得好看过，今天又。但是这个量产车不一样呢，还是这个车它自己装饰成这样的？我感觉和我当初印象中的它不一样呢，感觉没有我想印象中的那么好看呢。这个应该是李的吧，这应该是小李的李的吧，这应该是魏小李的李了。嗯，这是理想的李了，这是理想。这是未来吗？不是说新能源车不需要进气栓吗？它前面这个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是个啥？都还蛮有风格的。小鹏，摩托党，一堆摩托。太好了，这堆摩托爱着我，我靠！我以为爱着他了，他就会给我让道了，结果并没有。从江西过来的车，外地车还来这儿开这么猛。这部车很多都是燃油的呀，脏兮兮的，停了很久，老的车都是。比较燃油的多。